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V 李伟健。呢一间画室咧就是我朋友开的，我会在度教画，亦都喺度学画嘅。咁我有挤啲作品喺度售卖啦。咁墙上挂紧呢啲咁靓嘅画咧，唔系我画嘅，系我嘅好朋友画嘅。佢就系呢间画室嘅校长啦。咁我除咗喺度帮手教画咧，亦都会跟佢学画嘅。咁呢边咧有啲学生嘅作品嘅，就系呢间画室咧嘅校长余远网先生嘅学生画嘅。咁我都有跟佢畫嘅，其實咧，遠網先生咧就我諗我認識咗20年啦，同佢以前一齊咧出版社嘅同事嚟噶，跟住就以前介紹我做兒童漫畫嘅，都係佢介紹我先開始做兒童漫畫家。頭先咧出邊就掛咗啲學生嘅作品啦，其實呢度都有啲導師嘅作品嘅，咁我哋入嚟睇下，呢度咧就係學生上堂嘅地方啦，咁咧亦都有啲導師嘅作品啦，咁樣同埋有啲工具啦，俾啲學生用嘅。咁我哋入去見下我哋呢個畫室嘅校長先。Hello 啊，呢個就係畫室嘅校長宇 Sir 啦。佢好犀利嘅畫畫，從事咗幾多年啊？20年啦。幾犀利，但係生得好後生。以前我係畫搞笑漫畫嘅，而家我係拍處境喜劇。雖然平台唔同咗。不過呢兩份工作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可以帶俾人哋歡樂，令我得到滿足感。